韩媒发长文称 IU 在中国有爆炸性影响力，一、粉丝非常希望 IU 冲破限韩令开始国内活动，二、 IU 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仍然是爆炸性的，三、 IU 的国内粉丝还为了 IU 在他的经纪公司附近组织抗议活动，四、 韩国某位知名评论家评价 IU 在有点保守的中国娱乐行业中是一个合适的人选，随着限韩令逐渐瓦解，如果像 IU 这样的在国内举行演出，其他韩国艺人也来国内活动，五、 IU 的经纪公司表示近年来 IU 曾未在中国执行过时间表，然而中国行业不断询问举行演出或参加大型活动，如果情况和条件得到满足，我们将随时恢复在国内的活动。